为什么你的脸还不有啊？你现在有上班吗？是，你还记得那个常来买冰的帅哥吧？而且帅哥今天还带一个没看过的新妹子，妹子路不给我好好走，走没几步就给我狡猾，但他立刻扑到帅哥身上，狡猾的妹子果然狡猾。然后我就想到 ，Damn， 我好像没把打翻在门口的冰淇淋擦干净。You know， 冰淇淋是油和水组成的吗？就跟人一样，如果油和水的比例不对，那也会不好看。就像我们老板，你不要看他丑丑的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，我是指他丑丑的，你不要看。好。后来他们就到柜台点餐，我就问说：“嘿，今天想吃什么？”帅哥就问妹子：“嘿，今天想吃什么？”妹子就突然指着我说：“阿爸，你推荐好了。”我只好回：“文，那要不要试试我们最新推出的弹力棒水果冻？”弹力棒水果冻呀！ Yeah, 如果你把弹力棒水果冻铺在冰上，就能让冰吃起来清爽不腻，更爆水。好赞！我没有卖这个，没有，我只是看到早上用的保养品里面有这个。And then， 但那个妹子吃没几口就大喊。妹子满头大汗，面露油光的指着我说：“你看你！”我就拿起镜子看一下自己，结果 Oh my God！ 都过了个早上，我的脸看起来还是好清爽，一点都不油。我就问妹子：“我的脸 What's wrong？” 妹子满头大汗的说：“为什么店里这么热？热到我都出油了。”我就摸摸自己的脸说：“不会啊，我觉得脸凉凉的。”但妹子生气的回：“小爱叫你们老板出来！”我只好纠正妹子：“我叫小爱，爱杜莎的爱。”妹子看着我说：“爱杜莎。”然后我说：“呀，爱杜莎。”然后老板也说：“呀，爱束莎。”我看着老板一点也不丑的脸，问他：“你是不是也用了？”老板给我一个嗯哼的表情，我也给他一个嗯哼的表情。这妹子还是一脸问号的问：“什么爱束莎啦？”爱束莎零油光冰肌雪凝露，雪落之地控油补水，调理毛孔。爱束莎零油光冰肌雪凝露，哇哦，超赞！